盘龙江畔长崇山路，云南财经大学岿然雄踞其间。回溯历史，云财三艺齐名，初心不变，旗帜弥坚。从1951年的云南省财政干部学校，到改革开放后的云南财贸学院，再到2006年更名云南财经大学。云南财经大学从建校伊始就肩负起为国家、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而育才的使命。24万余名经世致用高级人才，正是云财初心与使命的见证。占地2113亩的云南财经大学，风景雅秀，名师荟萃。作为云南省省属重点大学，国家级优秀人才数量在云南省高校位居前列。现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，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4人，国家突出贡献专家3人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人，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4个一批人才2人，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知识计划1人，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6人。经过69年的发展，云南财经大学秉承好学笃行、厚德致远的校训，敢为人先图发展，长风万里送云帆，厚植经济学和管理学之基，陆力实现文法理工等多学科协同发展，学科门类更加齐全，形成了学士、硕士、博士教育有机衔接，兼有留学生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省属重点大学。学校专业学科体系日趋完善，设有19个学院、1个教学部、63个本科专业，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在全省高校名列前茅，11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，有国家级特色专业4个，国际会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个，5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，省级特色专业5个，重点建设专业7个，品牌专业5个，现有4个1级学科博士点，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12个1级学科硕士点，15个专业学位硕士点，拥有10个已挂牌省级重点学科，1个省级重点培育学科，2个省级优势特色重点建设学科，6个省级高峰高原学科及方向，是云南省经管类学科学位授权点覆盖面最全、财经类重点学科数量最多的高校之一。立足边陲，放眼世界，云南财经大学革故鼎新，开海阔天高之境，紧随国家对外开放与交流的脚步，坚持开放办学与文化交流。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3家境外办学机构，学校先后与美国、法国、英国等30余个国家地区的150余所高校和机构开展国际教育合作项目，其中与澳大利亚查理斯特大学、英国爱丁堡隆比亚大学等4所高校合作举办会计学、金融学、酒店管理、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教育项目，与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合作举办项目管理、房地产管理硕士研究学位教育项目。故根本而茂华石，探源流而泛光澜，徜徉盘龙江畔的学子乘风破浪，成为国家栋梁之才。学校连续14年获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目标责任考核1等奖，2016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，2019年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，大批优秀学子以卓越的专业技能服务社会，赢得广泛赞誉。
学府临水背依山，长忆云才读书时，云南财经大学69载薪火相传，几代人躬耕树贵，辉煌成就已成历史，美好未来与你共期。